谢谢你们点赞，帮我们再点点赞呗，把人气票和灯牌亮一亮，谢谢。7:20。小马小燕好，阿姨好。为什么要叫他山马小燕呢？啊，就嫁过来跟着夫姓是吧？我怎么知道呀？重庆啊，杀毒危害，十千人路，十千人。我感觉我哪儿都不。叔叔阿姨，哥哥姐姐们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左上角这个地方有个黄色的爱心，有看到吗？我们一人花1毛钱，把人气票亮了，然后把人气灯牌亮一亮。好不好？然后再点点赞，人就会越来越多。谢谢你们，比心来心，么么哒。我们这里天黑了，习总来了。你刚刚要跟我说啥事儿？啊？也没什么呀。啥嘛？快点，一会儿爸爸过生日了，你有事儿就先说。就。谢谢点赞。村里有个姑娘叫小燕。长得好看又善良，也没有什么，也没有什么，就是我把谁怎么那个说话呀，当着神神秘秘的，快点啥？全家人都在呢。我把谁？我把阿老叫过来了。啊？我把阿老叫过来了。叫过来干嘛？爸爸过生日啊。嗯。你叫阿。跟我一起玩两天。我。你们最近在联系啊？之前都是误会呀，也没有什么。你们最近在联系吗？嗯。没事没事，叫阿老来。你们现在，你咋没跟我说呢？提前，也没有什么呀、啊。他之前也不是他想那样做的，都是误会嘛。说好了，那什么时候到？你让他直接来家里面吗？啊，他不是在乐山吗？他怎么来的？我打车，我让他来的呀。昨天就跟他说好了。对啊，都是朋友，又没有什么。嗯。对，圆圆。人家叫何圆圆。哎呀，我忘记了吗？我说习惯了。嗯。房子弄好了。把大卫抢走？不会不会哈，嗯，我又不是傻子，什么抢走？那如果我是那样的，我早就跟人家走了，我还等到现在。谢谢谢谢 MY 阿姨，你把圆圆，他叫何圆圆，不叫阿罗，对。我也没有声音啊，我知道，但是人家真的没有。也没有做错什么，他也不是他想那样子去做。不是，他们说给哥哥介绍，给哥哥介绍，圆圆，嗯。真的？你这样想的？哥哥不是有点？你真会想。但哥，你哥叫他跟。你哥好像挺喜欢他啊，哥哥也有点那种啊。谢谢。其实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，就不要再去说什么了。感谢老表。圆圆也没有做错什么。那怎么弄吧？他，你真的叫他来了？不是我怎么想的，是他本来就没有错呀。他以前都是别人那样子让他去撮合你哥呀。你们觉得合适吗？叔叔阿姨哥就大家开开心心的就好了呀，不会那个黑粉别乱了，这样挺好。对，不管他们。对，谢谢点赞。泡水介绍给小军啊。真的吗？全都打合适啊，本来就有点引狼入室。别这样说叔叔阿姨哥哥，其实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，其实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复杂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对不对？哪有那么多什么阴险狡诈呀？那不是拍电影，就是现实生活当中，是不是啊？其实阿罗还挺好哈，亲弟变成亲，给小军太合适了。小燕，嗯，你直接不跟我说，你就叫他来了。
又没有什么嘛，你也肯定不会介意吗？我不介意啊。对呀、啊。只要你不觉得有啥。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呀，本来就大家都是朋友，就挺好的。其实圆圆挺好的。不要开心就挺好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，又不是他的错。多个朋友多条路嘛，对不对？不会乱什么套的。他没有小孩。没有。什么叫之前都是剧情？何必呀、啊？苏州。啊。哦。饭都弄好了，饭都弄好了，这儿干，吃啊，这儿吗？没走子了，他们都说，圆圆什么时候到嘛？你叫人家来，要吃饭了，走儿干噻，就是这儿啊，走儿吃噻，我走子了，我之前就给他打了电话了，谢谢点赞，早有点暗了嘞，哦，天黑了吧？天黑了，叔叔、啊，你看我这儿直播间有4000多个人跟你打招呼。祝你生日快乐，叔叔不识字啊，不识字的嘛，糟了，来来来，糟了了，来哦哦，王伟，叔叔，哦，没啥子，没啥子，没啥子，就是没什么，在直播嘛，哦，说错，哦，我真的觉得你，没事，没事没事，所以兄弟，我们帮菜。哦，我说错话了，是啥也不知道。叔叔，坐噻，你坐噻。闺女，闺女，坐，坐。做好了菜，吃饭喽！哇，你们看，这是鸭肉，这是番茄加了白糖，哦，然后就是腊肉。辛苦了，叔叔今天。今天我应该跟你一起去放羊嘞。今天。你想去放羊吗？差不多在种。下次我陪你，下次我陪你去放羊哈，下次。不不。最近天气很热哈。嗯。不是。你在放？热得很。那不是说这是热的吗？啊啊。热啊！对，走不走？不着急了。来，生日快乐，谢谢。什么呀？哎，到位。来吃噻，叔叔。我喜欢吃冷饭，是新鲜饭。坐。只有冷饭，新鲜饭。只有只有只有。圆圆还没到。我要不要？你吃冷饭，吃新鲜饭。嗯。对，只有冷饭多一点。那先吃吗？还是怎么？叔叔。谢谢。走嘛，走嘛，走你走。我们领。怎么了？你走啊。来，叔叔，啊，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也是小军、小燕、悄悄跟我们说的，然后祝你生日快乐，然后新的一岁了，给你一个红包，希望你的身体越来越好。不下了，不下了，没事，收下这个红包。来，爸爸一起。来，来小军的。我们三个一起的吧，谢谢谢谢，生日快乐，过年生日快乐。然后叔叔，你现在直播间有4000到5000个人一起见证你的生日，他们都在大子生日快乐。他自己都忙忘了。蛋糕拿过来，然后我们还谢谢，这个蛋糕是小燕自己给你煮的，小燕亲自做的，就是有点小，不大，有点小，他亲自给你做的蛋糕。对对对，放这儿嘛，放这儿。都放在这个地方。先吃饭呀！先脱了，先吃饭嘛。谢谢，干饭了，先吃吧，先吃饭。走嘞。感觉你们好忙呀。对，好好吃饭。嘿嘿嘿。嗯。你走了。对。哦。吃饭噻。吃饭。把你们拿些鱼给。我去牛牛。我问一下圆圆呢。嗯，你问圆圆嘛。来吃嘛，来吃。我手机。今天来吃噻。表姐。你走啥表姐？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一会儿不要降低噻，对不对？我喜欢吃冷饭。他说他好久到了，好久没有那个了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他蛋糕一会儿再吃啊！啊，圆圆圆圆还没到，嗯。我跟他说，要不要等他？他说他等会儿到，不不等，我们先吃嘛，先吃嘛。他说他快到了，跟叔叔肯定饿了。吃嘛，也一起吃嘛。嗯，走。来，叔叔，干这个鸭腿。我支持你嘛。嗯。
他说你们来耍嘛，就是嘛了，中午还发火包。很正啊。八加一在这儿就不那个了吗？八加一直播不那个吧？我到了，人也到了，那快去接一下。有，妈的，然后吃饭，哎，圆圆来吃饭，来吃饭了，快点快点，哎，到位到位，擀细腿，妈的，来坐坐坐，来嘛，来来吃吧，一起吃，坐坐坐，你吃吧，你坐，圆圆，你坐这儿嘛，侯圆圆，你坐，你挨着小军坐，我坐这儿嘛，你挨着小军坐，你就坐这儿，我坐这儿，坐你，我坐小军旁边，来圆圆，那个，我们刚小燕过来，吃饭了，快点吃饭了。我们就走走了。他们走走了吗？要准备牛走了。我们走了。来，今天吃嘛，圆圆吃饭。来嘛。嗯，不用加。坐了多久车？两个小时。嗯，差不多。嗯，吃。拉嘛。嗯，吃啊。圆圆祝阿龙生日快乐，谢谢你们。看看吗？真的。我打个招呼，圆圆。嗯。阿布。嗯，谢谢。阿布也在。阿布也在。干肉哈，多干点肉。看。一家人团聚了。夹菜。我讲讲。嗯。哦。那个那个，吃吃。来了吗？来了吗？没事。嗯，吃嘛。对。不要加蜜吗？嗯，多好啊，这样对吧？嗯，那就可能用的是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吃饭了没有啊？今天吃的比较早。